吃宝，你听过夜郎吗？啊，夜郎自大？不是的，今天呢，给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夜郎一号。有的话说啊，好陌生啊，它是一个新产品。最近一段时间没直播，很多话说你干嘛去了？三件事，第一件事呢，家里边事啊，家里边事比较多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泥炭土的事，因为泥炭土现在货源很紧张，又掺了木纤维。因为老花一直是卖土的，一直在追究这个事。第三件事呢，就是夜郎了。夜郎一号是怎么回事呢？说白了呢，就是一个爆芽树，和生根叶呢是完全的两个概念。生根叶呢是刺激根系的发育，好在的花友也都用过我们的会玩生根叶，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是吧？那这个呢是同样的会玩出的夜郎一号，夜郎自大的那个夜郎吗？不是的，是三点水那个叶。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叶子的，你像很多的花友寄过来的一些老桩，从山上弄下来的一些老桩，你光用了生根叶，它上面不容易长叶子啊，憋得慌怎么办？你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种爆芽树，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生叶叶，就是夜郎了。你像我们啊，桂花还有给花友救的很多的一些个老桩，尤其是那个茉莉，用完以后现在长得是群魔乱舞，所以呢跟这个是离不开的，也很好理解啊哈。生根叶是生根的呗，这个就是生叶的呗。夜郎一号给大家，然后呢介绍一下价格和使用方法。目前呢是新品上市，30毫升的，也就是30克的，这个呢是29.9元。用法的时候呢就是按一升水嘛，就是两矿泉水瓶嘛，按那么6下，也就是小矿泉水瓶按个3-5下。如果说你那个是比较大的老桩，比较干燥的那种，你可以适当的多用一点，这个东西不烧化啊，但别当水用就行了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。那么呢往上面走啊，性价比就可以了，50毫升的这个价格只需要39.9元，还送一个小喷瓶。哎，这个这种喷雾会很细啊，按个2-3下能喷2-3秒。100克的这个更合适，价格只要49.9元，还送给你一个500毫升的大喷瓶，也就是往里面按3下，这是一个泵状的设计，就这么按3下，正好这么一瓶，一般正常的量。有的话说平常的时候可以用吗？平常的时候完全可以用的了。你像这个最早的时候呢，是我们跟一个养茶叶的一个大佬，一个好大哥，我们沟通的，他最多的时候呢是用到茶叶上面。大家知道茶叶是入口的东西嘛，需要人喝的，它药检包括说食品安检都非常非常的严格，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，大家放心的用。而且这一款呢也是纯天然提取的，具体的秘方呢就先不说了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感觉好不好用。同款呢给大家放到下方小黄车了，我觉得100克的更合适哈，套路。好了，我老花一，养花就这一，喜欢的赶紧下手，过段时间要涨价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。